哎呀，兄弟啊，要我说呢，咱俩也别互相埋汰了啊，咱俩现在这叫难兄难弟，是吧？老弟，你要这么跟我唠，我能尊你一声大哥。你这句大哥叫得我心挺暖呐，当然你没赶上大哥好时候。想当年，一兜鸡蛋我都能忽悠来20万，现在啊，2毛钱都骗不来，还得搭点。你唠这嗑，就他老弟以前卡了，真的。老弟以前只要逮着个老太太，电话打过去，我就说儿子被绑架，50万立马进账。现在我再给老太太打电话，都主动跟我叫号，告诉我撕票。不是你说，咱这行业大环境怎么这么差呢？这一点也没有 GDP 呀、啊。影响咱们行业 GDP 那是国家反诈中心 APP。太难了，现在真是太难了。行啊，还剩个底儿啊，咱俩干了吧。那就都个高的呗，杯中高，来吧。